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钟。今天给达达搞了一个琴啊，就这个琴啊，小钟在多哥找了很久，因为这边的话新的琴行是没有的，大部分呢都是二手的。然后小钟就打听了好久，终于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他那儿有琴。我把达达的故事跟他说了之后呢，他就说把这个琴送给我。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琴送给达达吧，走吧。这边就是达达他工作的地方，这边一个中国的汉堡炸鸡店，他还在工作呢，等他先工作完吧。这边就是达达工作的地方，一个炸鸡店。你看店长就是不一样啊，什么活都干。达达，啊，怎么样？要喝吗？因为知道吗？在多哥找不到新的，对，好的，所以就刚好有一个朋友，然后我先找给你了。看一下，如果音不准的话，你再去买一个调音的。可以啊，你会弹吗？可以啊。回头我再找你。休息。先放起来，先工作吧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谢谢小周。不客气。先放起来工作。他也玩起来了。现在达达要开始工作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我买的。哦。哎呦，谢谢你啊！非常感谢啊！这你买的？啊。这些都是鸡啊？啊，就是鸡腿啊，薯条那些是吧？啊。现在没有了。上次的视频发出去之后，很多人很喜欢你。谢谢啊。你也要来打工吗？搬不动哎。很重的。好重啊！上面写了很重的。我连你都扛得动，还扛不动这一个小鸡块了。这个鸡是哪里的？荷兰的 ，The Netherlands。这是薯条哈。我现在多少？以前都是11500。现在都涨价了吗？以前都是11500。啊。现在一万。累不累啊？那这个呢，就是达达他工作的地方了。达达在这个炸鸡店工作的话，就是基本上什么活都干。对不对？我们都买的奶茶。对。奶茶。嗯。对。有没有零钱？九百郎一杯，大概10块钱吧。还是？这是纯奶茶，什么都不加。纯奶茶。对。Merci。这个就是沙瓦和妈妈。几块钱啊？鸡肉卷，这边是鸡肉卷，那边是汉堡。于姐，我们的美女老板娘。她也是我们。重庆姐姐，达达工作都很有感觉啊，动感。OK， merci。达达，拜拜。Bon travail。
谢谢。今天呢，我们把吉他送到了达达的手上，也可以看出他很开心，算是给他的一个礼物吧。小东后面呢也会帮达达看看他有没有做自媒体的想法，如果他有的话，我也会去帮助他。也感谢大家对达达的关心，小东在这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